来，点点是老师哪一？点哪一？两点。那哪一家金色营2个小时？那老师，第三张的老师来，请学生来念一下。找到老派啊、哦，第三的来那个切切。一票尾。一票尾呀。一点啥问？哎，你几天上课？几点你哦？几天？几好，点不几点？你几点要上课？你几点上好，课？就你几是你点几上点要课？上你课？几天要上课？你几点上课？就是你不能哪一等等嘞？你几点要上课？你不能哪一但没录了。哦，你几点上课？你几点要上课？你能不能拿一单单码嘞？你不能拿一单单亚码嘞？那酷，要房呢？要么把这房。好，那老师第三次来念一下那个黑马通。你几点要上班？你几点要上班？意思说你不能拿一路单亚码嘞？你几点要上班？你可以来念一下。你几点要上中文课？你几点要上？你不能拿一袋亚麻嘞？我不知路口嘞。中文课，第二啥任务？你不能拿一袋亚麻嘞？你几点要上中文课？来，苏乐，我的这个来念一下。苏乐，我的啊，都看到人。你几点呀？就你几点要上？下，你几点要吃？看情况。啥姐妹，啥姐妹，格里阿姆来。听都蛋呢。你几点要上电脑课？你几点要上电脑课？电脑没电脑，公交车站我不能拿一袋呀嘛嘞，不能拿一公交车站袋呀嘛嘞。来，老师那个开心态来念一下。你几点要坐飞机？你几点要坐飞机？你不能拿一嘛嘞，一西亚嘛嘞。哦，不能拿一嗯，零一老师，等一下。西亚嘛嘞。好，OK，来，苏乐，我来这个来念一下。Speak up。Speak up，输了我的。Speak up 背面，输了我的。Speak up。那个俱乐部，哪送的奖牌啊？你几点要去飞机场？飞机场，你几点要去飞机场？你不能拿一粒这段呀嘛嘞？好，那老师来，那这张那个男的的皮，你几点要去火车站？你几点要去火车站？男的的皮没他也没空，老师看到你嘛，但是阿拉不嘛，老师真搞笑，真的你了。你几点要去火车站？你不能拿一不大不大呀嘛嘞？来，老师那个男是我的。这个来念一下，你几点要回来？你几点要回来？你们哪一边拉马嘞？啊，这里念多嘞？你们哪一边拉马嘞？你几点要回来？那个不能我来这个来念一下，不能我，一个。我上课，我中午上课。啊！我上中文课。哎，张拉老师举手牌，你老师做嘛呢？我中午上课，我中午上课专门修，所以老师立马快被得到过一排台了。Subject 的我的 attend 上，object 的中文课，所以俺丢啥站这里的就张拉的我中文上课呗，比如啦。哦，我上课中文，哦，张拉比如啦，我上课中文不是，我上中文课。
马丢啥站着的？我 subject 上着的中文课的 object 上课干了后边上课时候也站着的。我说丢啥站着的，所以丢啥站我老师要快笔吧？中文课个 object 上啊着的，所以老师都在里面快笔一遍啥嘞？我站着呀没，所以我要上课。我丢啥站着呀没？我要上中文课，我要上课中文好不咯？上的课嘛嘞，第六位老师快比表露雅嘞。上的老师啊，attend that；课的老师啊，class object。哦，所以我上中文课，课的老师啊，class 就是 object。快快点吧，这哦，老师讲到第六啥？老师明天我们快点找过。第一一天，老师或者你也比较多，你的那我老板的哪一点了？老师别没有累积啊。你面都没为练习嘛呢？好，那老师说，B B，你的内我本来哪？的内就是这页，你这页我本来哪？漏的呀嘞？消失了。你今天，哎，一天，你一天工作，一天工作，然后是上班都可以。哎，你一天工作时候把不也多啊？然后你真的有不能哪一路这样嘞？你一天工作下班。那毕竟你上面好了，上面政府来家了吗？上面还一样的答案咯。我当上面政府首先，但那上是哪一家的娃路？，OK，我当你说上面政府首先，但上面在哪站出来呢？就别查呀，谁不想用你站北查了？八六年嘞，困不落户呢？就别查嘞，阿来阿姆闹。不在前头先，上面在前头站着开出来，咱们这讲话站那么看，就给他呢，输了一点呢，你真的有不能拿一漏漏嘞？输了一点呢，老师，我通过了。输了一点呢，送了哪就？你一天上班几个小时？这边个几个小时，小时叫你那啊，我报多少呗？然后叫他们压压看嘛，哦，就给我抓到来评比吧嘞。哦，你一天上班几个小时？那所以那个邓弟弟就，你真的有没有人那来？是哪家呢？你真的有没有人来一天这样嘞？那个邓弟弟就，你一天下班几个小时？上班跑步搂着的，我把我叫阿站着的。上课几个小时？你一天上课几个小时？我已经准备完了。好，江苏的老师把他说定价的，老师讲到的，你老师是让你啥定价了？那是老师学习。老师 study 的人那么多，啷个老师定价的？然后老师啊，人江苏定价的。那老师讲到啊，叫老师学习定数的。老师啊，讲嘛，哦，所以老师讲到我江苏什么什么东路庙，因为你也是亚马逊，你也是。东路亚的江苏，你要啥定价都便宜，老师啊学习，你要定优都便宜，对老师啊学习，老师你那江苏，那老师等你有啥本事哪一定价咯？老师讲到怪我表，啥定价的呀江苏，所以你把你性价比表呢？老师等你有啥本事哪一定价嘞？啥本事哪一定嘞？等我呢？你说哪家啦？咱们咋咋啦？没得过微微。两星以前，江苏一个小学，几个小时？老师一天？一天江苏一个小学，几个小时？听没有？两星以前江苏一两星以前江苏一个小学一个。老师相信。讲迷宫没的，你有道路劈开呢，劈表开哪模糊？迷宫没开呢。老师一天江苏不能哪一点嘞？一个相信吗？迷宫一个小时该等哪一？我没让不能哪一家亲嘞？几个相信？啊，八百路啊，对，一个小时路比我你啊哦。
老师一天教书，变不？老师一天教书几个小时？哪点咯？啥点咯？那我说给我们三家呢。老师一天教书几个小时？老师真的有啥本哪一点嘞？那老师真的有啥唱哪一块点嘞？那个如果。老师一天教书6个半小时。老师一天教书6个半小时，老师真的有跳哪一块啥的呢？学习噶，你如果点有啦，哦，学习点有的，你如果噶你点有啦，那老师啊没人，你真的有啥本事哪一点有嘞？那个，邓红呢？每一天学习几个小时？一天学习一个学小时。习几个小时？做了一个人啊，真的有懂哪一个啥里来的？哪一年？一票位。我一天学习3个半小时。一天学习，你看差不多没了。我困那么大。哦，这样说说，我都考考以外，我透着嘛。我一天学习3个半小时，今天我弄老掉。师，你怎样？说完。好嘞，我如果把别人你们打上边啦，老几老母了，我把如果写，我没念嘞，不记啊好。好，那老师的什么？我把电拿来，那个讲电哈，讲啊老师电家的，老师讲哪模糊呢？我老师你能懂啦？我讲电啦，我讲中文。啊，个公米家电笔的，老师讲那里公米家得的都没有变电笔的。我学习中文，我学习电脑，我讲电脑。哦，那老师，俺真的有公米家懂哪一点，懂哪一块电笔的，人家都没有电笔的。哦，俺真的有电笔啊，樟树啊啥电家了喏，樟树啊啥电啊，老师那公里路啥电笔啊，那是樟树啥电笔啊？啊，比方说英语啥电笔的啊，那老师啊樟树电家嘞不？那书嘛吧，呗呢，张德龙那东西有把伊他啦，我张电啦，老师嘛说的行，俺真的有，这张那么那东边，俺真的有这哪一块没拉电呢不？我一天，张电呢？我一天张电呢？俺真的有没拉电呗的，1个半小时。啊，真的个，闺蜜俩在哪一块电笔？然后老师长大你来带你都没有电笔，你走。那俺真的有打算听你啊嘛？俺 English 啊，哪真哎，那哪一块电笔也不路标嘛？我亲家是路呢。俺真的有，那哪一块 English 啊电笔的？那个一点三位。我一天学，水毛不明啊？我电笔一啊？得明白张，我一天张，我一天教英文，英文两个半小时，2个半小时，2个小时能点我多对。少了呢？反正我这样把它写出来得了，因为写不完啊，真悲惨，然后那种困也有了。我张中文，我张中文啊，这有啥定咋比？咱俩啊，如果定比呀？哦，面对面写定语软懵了，面对面定比呀？张中文，那所以啊，我的那个东哪一块，这有啥定比的？那个黑马桶。我一天教中文3个半小时。我一天张中文3个半小时啊，那个我的那个那个丢啥我都爱点别的，我得有人学习，都没有点讲点别人教。老师说 steady 那两那个还在 English 上嘛，就是老师对我了解他。好，那老师的毛小就是其他人，你一天教书几个小时，或是你一天教几个小时？啊，读读呗，as you wish，教书或是教。好，老师，我一天教书10个小时。啊，老师，是你的那个女生，是哪一张哇？是这块，是这哪一块真的有啊？是这哪一块啥的？哦，我一天教书10个小时，啊，真的有是哪一家境啥的呢？那老师，你妈一他的，讲那挂骨，
皮包喏，老师你嘛皮哦，没跟我皮有皮，一台挂个牌啊，念听听来念一下。咪巴巴鲁巴巴打边边，我一天，没个，你念我念让妈我拍黑。你一天，天。听嘛吧，就看啦，那是三米亚的啦不？三米亚一张船哦，就表他嘞，塑料我的。你一天睡觉几个小时？我一天睡觉8个小时。好大便。你真的不能哪一点？我真的是哪一点？是哪一家一点？嗯，好，那老师让他教。好，来拍啊，Julius E. B. B. 你一天写作业几个小时？你真的有印象不能拿一嘞。我一天写作业3个小时，我真的有印象都拿一张一点。好，工作啊，漏漏的，来老师讲的对比的。好，老师第三张，那张老师拍呀那个格里亚姆来。每一天工作这个小时，我一天几个工小作时？不是这两个个，小时，几个小时？几个小时？我一天工作2个小时。翻译吧，那边。你的内容本来哪一楼楼的？我的内容在哪一楼楼的？好，那老师有第三张来念一下，那个看多少钱？你一天必须7个小时，你的内分在哪里上线呢？嗯，我一天必须2个小时，的内分在哪里上线呢？好，那老师丢啥来给我念一下，拼读等呢？你一天煮菜几个小时？我一天煮菜1个小时。你的内容本来哪一天吃的？我的内容在哪一天吃的？好，老师，下一位开心他来念一下。你一天开车几个小时？我一天开车3个小时。你的内裤搞到哪里毛嘞？我的内裤搞到哪里毛嘞？好，俱乐部来念一下。老师一天照几个小时？老师一天照1个半小时。好，那老师，德耶玛不能拿一起来不？德耶玛不能拿一起来，德耶就是一天有个时，一天有几个小时？一天有几个小时？德耶玛不能拿一起来不？那老师，德耶玛不能拿一起来批啊。难得这批，一天有二十四钟，24个小时，一天二有，十四个小时。一天有24个小时，个肯比俺们少吃些嘛？一天有24个小时，这一晚上是你来学，那1个小时有几分钟？在哪一嘛？本的 minute 学的分钟啊 minute。一个小时在哪里嘛？有些一点有了东路庙呢，一点在哪里？我若家在哪里，这样不要你的。所以一个小时有几分钟在哪里嘛？不能明天睡着。那老师每每难诉我的一个小时有几分钟呢？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哦，在哪里嘛？明天超时睡的，一个小时有60分钟。好，那老师再看，一分钟有几秒？秒啊，是个。一分钟有几秒？在哪里嘛？sorry，对不起，那个对面的嘛，不能是干洗来的，不能我对面的嘛，不能是干洗来。一分钟有几秒？一分钟有60秒。啊，一分钟有60秒，对面的嘛，是干超时洗的。好，一个月有几天？得啦嘛，一个月是老师说得啦，有洗的几天？得啦嘛，不能也洗咯。对啊，本来说本来也来说几号呢？都没有，几号个日子没有，说一个天数没有，这是几天？一个月有几天？那个屁屁一个月有几天？算是东北那个。一个月有30天，No，30天左右呗，要不要三啊？十天，一个月有30天。
一个月有30天，或是好，那老师，di la ma bena la，sorry，di la ma bena ye shi lo，di la，老师 di la 是不能阿拉吧哈，di la ma bena ye shi le，所以没工业，di la ma bena ye shi 吧嘞，所以撇也没有撇哦，数来一点呢。送来拿走，第二嘛不联系嘞，没空。这个月有几天？那不这联系个月吗？有31天。好，这个月有31天，没啦，老师都是对的了喏。好，那老师啊，他说了行，龙哥来了，谁那个不联系了？没空啊，票，等第二周，龙哥来了不联系了。等第二周，龙哥来了，龙哥来了，上这个个月，月龙哥来有，了，上个月，好，下个月有，本来也嘞，上个月有几天？一百多，上个月有几天？龙哥的那不能也洗了，也都是，没工都赢是着，没工赢着。但是龙哥的那不上能也洗个月有，几天？上个月有几千，嗯，撇标，几千，上龙个哥的月那也都会有洗三嘞。十有30天，上个月三有十天，三嗯，啥进上门？个月有34天。好，那老师。啊，这爸妈本来也是嘞，做了美工，当工呢。这爸妈本来也是嘞，美工也有。一星期有有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有几天？一个星期有七天。嗯，这老生产哈，你弄脸这老生产也没弄。一个星期有7天。这爸妈不联系了，一个星期有几天？一个星期有7天，这爸妈可能也是的。嗯，那老师说，这家美工也没来读完呢，啊，工一边查完嘞。啊，那老师说，什么时候这边个被请被找嘞？嗯，婚姻就是婚姻这边个 back 变的。家这边个 in，那婚宴家也包 in 边的，哎呦，啊，皮卡白肉 in 边嘛嘞，什么时候的老师答应过学你呢？查查啦，什么时候被请？所以 subject 答应 but object，婚宴老师啊边的 but 家个 object，subject 答应 but object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啊，皮白肉 in 边么嘞？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啊，那考试这边个 exam 啥没不？考试，你不知道啥么会皮呀嘛嘞？你什么时候考试？你什么时候考试？啊，皮表演老师说什么时候你呀嘛皮特？什么时候给我票了？什么时候你呀嘛皮特不一样没？那所以啊，等你那年啥么会皮呀没？呀没，老师讲那呀没，所以这老师要给我顾客呗。哦，啊，等你那年啥么会皮呀没？不要这样，老师说那个微微。我要一星星期，我要一星期考试。那行啊，录完了，such a diverse object。好，我星期一要，我星期一要考试。嗯，我星期一要考试啊，等你那里啥不会皮啊没？然后你什么时候去国外？国外这边老师啊，foreign 哪年家去个多少的？subject 你什么时候的 time？过去去多少嘞？国外哪年家？你不知道哪年家多嘛？来说，老师什么时候你也嘛把东西来说拿了？嘛我们就弄好 subject time verb object 哦，上父母弄的弄好过来嘛发。你不知道哪年家多嘛？说俺拿了哪年家多呀？没老师，我们这边要口碑吧？Hugo，我下个月要去国外。我下个月要去国外，俺拿了哪年家多呀？没。那如果没工，叫他过来我拍门，咋咋问？你什么时候去新加坡？
新加坡意思是 Singapore，你什么时候去新加坡？你飞到新加坡端不嘞？那个一票为啊，东南亚新加坡端没？东南亚。啊，我是东南亚，没事啦。我三月去新加坡，我三月要去新加坡。啊，听听嘛，老师讲的，老师地产嘛，没事啦，多没事，说东啦，没事啦个东啦，没事啦东啦吧，东啦不哦，没事啦。东南亚嘛，新加坡多嘛冇，东南亚嘛，新加坡多嘛，别个半路口的分过特别没。我三月去新加坡，所以俺没新加坡多的片多没。那个没事啦，哦，东南亚嘛，东南亚半组的哈特别没。所以老师说东南亚就是三月份分过不可呗。我三月份要去新加坡，到时老师讲的没。对呀，没空。你别让奶奶家多呀，没嘞。你什么时候要去国外？那老师说啊，超了白嘛。哦，奶奶家多呀没？奶奶家多呀没不？啊，超了嘛？奶奶家多呀没？那个一点啥问？我6月份，六月我份。六月，我6月份要去工位，中位。啊，那应该咋不录当出来？高位，工位，还不是高位？那我这东西帮不了咱妈拼音哦。高五，高外位，高位，还不是位？WAI 不录当出来着？啊，所以你用啊拼音这样多变的，还没这样特别。AI 呀吧？我爱。我那爱呢吧？我爱 why，那我爱哦，who I why why，买。那六月份几点你开始投一篇这么大笔不回来嘛？呢，就不要查嘞。你什么时候去国外？我6月份要去国外。哦，国外。哦呢，譬如你当成把不也出木了呢？上午也这边个，明天白 AM。上午，明天八 AM，中午，你来吧。老师这里有接着问先别比划比。下午，你来吧。本来，明天八都等差不多，也没来吧？我们，是吗？你特别强调你不用你脸上面你来没来个？好，一天，中午呗，哪里呗？哪有中午了？等下着。在哪一天呢？你来哪一天？哪一天嘿？你话在哪一天录电话？下午你礼拜输了我的。在哪一天你就唱哪一天？我哪你问那题？哎，我嘛你有在哪里的啦？哎呀，俺这个表面，因为俺这边一点没查了，俺有三六得来的出来的，地看奶奶哎呀，老没事，俺一点没被老毛了，俺这边一点没查过，三个俺得来属于俺一线生出来了，人地看让我李经理老头我刚认识吧，我就表态，在家哎妈就。你谈的哦，做了这边老师 but when I live 你谈的，老师你有啥老师不对查包子给表妈妈批评你对查吗？你住在哪里？Where do you live？你是不是住你谈的在哪里被你阿妈嘞？你住在哪里？在哪里你阿妈？老师哪里你阿皮特？我住在阳光哪里路奥哪里边靠木兰的喏？哪里有票没？哪里你阿妈皮特没？阳光，我住在阳光。我阳光嘛你嘞？我住在瓦城，瓦城是 what's mean？曼德勒，瓦城曼德勒，我住在阳光。那我问你们，你弄明白我没？我住在阳光，我抱着这那个这丽江路机啊，哦，对面也是有标的偏不拉路，Julius EBB。我住在阳关，我没住在阳关，Oh, no, 我不住在我阳不住在阳关，
你住在阳关吗？你不住在阳关吗？老师呢？就啊，是不是？我住在阳关，我不是住在阳关。你住在阳关吗？你不是住在阳关吗？老师是不是呢？对我顾客的许老师，你不就在阳关吗？老师我们懂不？你不是住在阳关吗？老师哎嘛，这住哎在呢？你老庄老师对下把表表多不嘞？对下把话啥呢？我住在阳关，我不是住在阳关。你住在阳关吗？你不是住在阳关吗？龙王是搞哪里啊？老师懂你好，老师我请你找你姐妹给你阿母来。我住在瓦城，我不是住在瓦城。你住在瓦城吗？你不是住在瓦城吗？你那咋让我那得白白挂呢？是你用你得白白不会挂啦？那个路面东不老面啊，后来新湾的啥啥从变的呀？这样啥的变不变的呀？嘛，地下宝贝，地下的浪漫戏呀，喏。几天那边本来也来说说老师表表哇，有的浪漫本来也写来了，几号来到了没有？我们说一个月有几天啊？一个星期有几天？问他吧。那老师第三张是挂过一拍几啊？哈，便宜被他让我单出来买我拍呗喏啊，看多少钱？你现在飞机去几天？老师几的吗？天？你香港老师请的。哦，在北京嘛，就你台没几天？你想你要去呢？在北京住几天？你想在北京住几天？你北京嘛本来也你去呢。老师，是这边新加坡多嘞。老师没留呀？哎，老师，你新加坡嘛本来也你去哪嘞？而且你本来也你不欣赏他嘞？现在你不要说那么有趣，一个是钱嘞，一个是欣赏嘞不？那老师你妈说，钱嘞别动他嘞不？喏，你北京嘛本来你不欣赏他嘞，老师就给别人动怒呀嘞。哦，所以老师你新加坡、新加坡嘛本来你不欣赏他嘞，听都等你，没讲。你想在新加坡住几天？好，你新加坡嘛，本来你没留着他嘞，欣赏他嘞，你请嘞不？那老师星期五前一礼拜个老师，before，前一礼拜个 before，星期五后置是 after，就是 after 那个 Friday。老师星期五到家里，那我把你到家里没带没？比方说，老师说说让三的是没的东西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你？什么时候白落白青回家？应变嘛，来说的没讲，哎，看嘛，我刚到家里没答应应变没报，所以什么时候你呀嘛？老师啊，皮特，我到家里没答应应变嘛？啊，老师来那个看一下他。我星期五前回家。对，yes，我星期五前回家，sorry。到家你没答应吗？回家应变吗？好，那你别到哪个家多嘛嘞？美国老师不要应变不要。你什么时候要去国外？国外的老师 foreign 哪个家？你什么时候要去国外？那啊，到家你老板多嘛？啊，不要这样，老师去了屋。我星期五要去国外，星期五后，5号。我星期五后到家里老白哦，要去国外，那眼查过哇嘛？对，老师，这是第11嘛？来讲讲那有啥嘞？啥底下这啥我苗栗人咯？啥呀嘛？CB 嘛吧？啊，啥这多了？好，老师，这边先编他吧嘞，这边学个表在讲哪里？今天的你，明天没得盘，后天得白卡，大后天陪你卡。今天的你，昨天没得个，前天的你个，大前天没得你个。好，这要老句吧，有病老的要啰嗦啊！那到这批来，今天的你。今天的你，明天没那片，后天的白卡，大后天陪你卡，昨天没你嘎大，前天等你嘎大，前天没你等你嘎。好，来，录的手机啊，来那个，那是我的。今天的你，昨天没那个，前天的那个，
大前天，明天的那个今天的那，明天明天平后天的白卡，大后天平白卡。你疯到不行了，我看疯了，表呢？我看疯，不是不是，不是，疯了吗？上电酒店还应该就走吧。应该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撒烟等我。好，那老师讲啊，天气啊，老师压的不住，天气压的不住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你那天气压的不住，怎么样？不录嘞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那老师今天压的不录嘞？老师压的不得比着，等他比大比录听的。好，老师不要急啊，男生问的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热。今天天气很热，今天亚得路不热。那今天亚得路一点受不了，表我们嘞，不来我。不来我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北边，很冷，很冷。嗯。好，那老师，第三张的老师讲哪个我拍呀？啊？那个，都别别。老师讲的，你老师讲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讲的，你老师讲的怎么样？讲啊，老师说说别别别，顶咋了？哎呦，老师讲的，老师后边声音里边声音弄啥来着？顶哒，等那得去，老师的等下叫大爷的。你老师讲的怎么样？你老师顶大不录嘞，所以老师大顶大录大发大，所以老师的对你懂吗？你老师讲的怎么样？你想嘛顶大不录嘞？那老师第三章讲的怪我配呀啊，那个素年大脚。我老师叫黑布，讲的，我老师讲的不是错。的。我老师叫的不错。我老师讲得不错吧？这边来送人哪种？我是要买电脑。不错，不错。啊，是你那边录的啊？没错，错了。不错，没错误的，不错。哦，我老师讲得不错，我是要买电脑。没错误，错个妈的，不错啊，老师，没错误，我老师讲的不错。那亚迪路呢？不代表老师讲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。今天亚迪路一样高的，没了没有，你来打么补，那算很好。没错误就是不错，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亚迪路没错误。今天亚迪路没有啊，老师对的了，你们嘛，比嘛你亚来路路嘛没有啊嘞，那叫老师啊下雨，雨这两天这边是老师把来说，对老师雨边说，老师把来说咯没，哦雨这两天这边是老师啊没下这边个老师 wet，就是说 dream on 雨下啦嘞不，所以今天下雨了，今天没有啊嘞，所以讲那比较话，今天亚迪路不如嘞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下雨了。下雨，今天没家的都没有嘞。那老师讲那个，就是说，明天拍嘛，老师还没下不呢？明天拍家的都不落嘞，路你没来得看，你也不要。哎，老师明天会下雨，阿来说累没？哦，下雨了，不要路没有，这叫没得法过活了嘛。或者说没撇得有种，所以说明天拍没有累没，跑几米地啊？咯，老师跑嘛吼，下几来地大嘞？哦，所以老师明天会下雨。哦，明天会下雨，明天喷雾呀，累没？老师说了星期嘛，我喏，老师明天没人当瓜看你不？啊，老师演技呀，人家对不住。明天会很热吗？或者会下雨吗？记不住老师为啥不搞嘞？体育啊嘞，喷的西呀啦，木呀没说木艺术，肯定喷的西呀啦，不管哈。所以明天会下雨，今天会下雨，今天木呀累没？那老师今天被妈逼这种咩嘛？老师加啥的了？木得得咩咩雨也都加啥嘞？那叫下大雨，大雨算木啊，GG。墨迹又把咋变来着？得得妹妹 hurry 哦，所以下大雨，所以下个老师啊 wet 大雨个 object，所以老师大下雨就动了没有？下大雨，今天下大雨，今天墨得得妹妹雨啊！你老师你妈逼，那把你老师没得老师得了天空嘛？加米加不咯？今天下大雨，今天下大雨，今天墨得得妹妹雨啊的，那。
您咋的？说个您，今天下雪了，今天下雪了，今天您咋的？今天亚迪路淹不了，今天天气很热，今天天气很热，今天亚迪路淹不了，今天亚迪路淹一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天气很冷，今天天气很冷。人家都是愿意的，老师今天讲到老师去把你这边看他是哪边啥的嘛，啥名嘛喏，水是，老师讲了，西路口了哈的，没有没有西的，他老师今天讲到不复杂的那边边，那就不话嘛懂了，老师讲到也那些不话嘛，等下了水呗，等下了水也呗，但买你龙岩可以用多嘞，这看那就不话嘛懂你哦，给我水路都嘛没比我，给我温开水。给我白开水了，你用表嘞？哎，查查，你家你等他哪个水别等他了哦。哦，咱们怎么样？你给我温开水、白开水了表，你把他们得了，我把表你来不？所以老师，这丢啥也不啊嘛，丢啥嘛不过被 language 被表说，那对我嘛懂哪呢？并不嘛懂哪说，瓜还这里面就是，所以老师等干啥嘛？那对懂哪里面特别他嘞？水个老师，切开 meaning 慢慢的 water， 咱们那对不啊嘛？老师讲到哦。嘛，老师啊哩，就啦，是讲到了，哎，不对耶。苏奶奶叫老师给我温开水，现在多哎，温开水不是什么？拿地下水，老师说温开水，把了温开水。老师啊，难道来平奥白开水呗？把弄白开水，水了水呗，地来的白开呀，把弄白开水，哪么来？来对话嘛，老师，你弄来对 foreigner 呀？老师这有点，老师讲到哦，温开水或是白开水了，懂吗？我话着好，你要白开水吗？你要温开水吧？你要水吗？老师我们没不喏，你啥老大你多嘞？啊，你有哎，你去油么拉路？你有没啦？没有，你要水吗？路么多不？你要温开水吗？你要白开水吗？你看人老师底下 H S K form 嘛，怎样嘞哈？你弄得到老师的卡嘞，水也不好嘛，卡嘞特别差了。哦，温开水，温开水，白开水，温开水，白开水。哦，热呗。好，那老师冰水水呢？老师一个热，冰水一个热。老师讲哪一个呢？温开水了表演你啊嘛？老师热嘛嘛？老师啊，讲那和冰水多么特别啊？喏，一个热的毛乎。老师有嘛说一个？热嘛？老师热死不？老师你嘛说热死的呢？懂呐？热死嘛？老师啊，你呀？老师那是热水，这样该弄热。啊，咱老师来嘛？明早别搞温开水洗呀。地板嘛，冰水洗呀。哦，那老师讲那是寒假选多啊。哦，我要温多的路标，你有不路标吗？温开水啊，然后悠悠一杯，你有找哪他们多啊？我要温的，暖的哩路今天送你不路冷了，是啥事啊？喏，我要温的，洗啊个一步，悠悠一个一，我要温的路标，你不路冷么嘞？没几没。等我呢，你有 customer 啊？问的暖暖的路线呢？说你不露露吗？来人呢？啊不呢，有回来没？对啦对啦，慢点啦。好，礼拜周五，礼拜周五特别嘛，这是一种好老师好小聪明啦，好年糕啊们咯。那就话没什么事啊，一不呢一呢又有一个一杯事啊，不如应付你做别样的多别样的说，生产啦有利息耶。但是老师讲到他搞红烧个露露的们咯，所以冰水是一个，我要冰水，我要温开水，我要热水。老师所以老师到这几讲了热水呗，到了老师话温开水了嘛倒不冰水是微的。冰水啊，冷我嘛倒不了。老师啊，一个冷我嘛倒乎，再了嘛再的了，那冷就好别的那叫倒路没有。冰水在倒，人家冷么哎呀呗，嘛谁有嘛？老师冷我哎倒路没有，老师冷着嘛，哦，过别个包提他路，冷着嘛，老师这样写。温开水，老师啊，悠悠也倒路没有，老师都要喝热水。说实话，如果温的倒路呀嘞，一不呢是一悠悠，这我是悠悠倒路呀，咱们老师都喝热的，啊不不倒着，不要死别啊，老师这个，啊老师。再买一张，所以我要冰水，我要温开水，我要热水。所以热水意思是说，洗不洗不落表演的老师讲到底下嘛，底下也该弄补啦。我操，我这常弄出的衣服。好，那水果，水果的老师啊，弟弟，水果，水果，水果，弟弟。好，老师来自第十二课哦，老师今天到这里好了，好，具体体呗。希望啥的才叫他不鸟累了呢。老师都来那个，
老师呢？听写吧呢？阿妈咪上路，阿雪难得了皮，当我呢微微格里阿莫奈皮皮，riding 我咪咪理解不落的。啊，rich 阿妈咪的路嘞，你轻轻不来我格里阿莫奈三三文一点三文皮皮等等于叫。哦，rich 阿妈咪的路嘞，过完呢就过过地吧，喏，别大妈，我把理解不落的。老师你呢？你路这里在那这三年不喏，里呢他比你路诶。第三一大木白牛，我说你呢，情况还没识别啊，就是说，我希望你都把单读的那不妙嘞呢，把单你都的，不读啊，妈咪啊，你也说啥，我面前我老师你呢，没得弄啥的啦，读的木白是要录取的哈，好，老师你这边哪批没？老师，怎么在前边等嘛喏，啥物喏，就把他。吹那皮喏，假如老师包这嘛喏，不是和阿里没这皮吧？毛公，天不要加上身的皮皮呀，为都没有那么皮了呀。我们家人呢？给我们配米皮没？给我们备点呢？给我们配米皮没？咱这先到时候给我们配啥没？
眉毛太太练平呀，为什么有？老师，你变哪路干不了？你看到老北路呀啦？啊。要从 A 带看这边，他们也特别可以下课了。A 带看这边可以下课了。